有谁看懂？有黑背神长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西瓜。今天你可以看得到桌面上这两个东西，就是《海贼王》的恶魔果实。现在为止，应该恶魔果实只有两款，对不对？对，只有两款，烧烧果实跟橡胶果实。对，橡胶果实跟烧烧果实。今天这两颗，其实有一个不是正版的，正版的要怎样看呢？要看它的正值。它这里有一个正值，这是金正，然后这个是完全没有正值的，完全没有正值的就是翻版的。OK， 我们先来就开烧烧果实给你们看一下。翻版了，它里面是这样子，然后开出来有两个，有一个纸盒，然后一个纸袋包住，就是这样子，然后里面也没有东西啊，就这样子。它看起来，一看起来就是很假，你觉得嘞？你觉得这个翻版做的怎样？色差啦，色差，对它质感的问题，摸起来就是比较。普通的那种塑胶材质的 ，OK， 这个是烧烧果实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现在开箱真正的正版金正的恶魔果实，我们是还没有开箱过的，这是第一次，这是烧烧果实是之前开过的 ，OK， 可以看得到它里面是长这样子，然后这个拿起来，哇，这是路飞刺的。橡胶果实，咚咚咚咚咚。OK， 一个是正版金正，然后一个是无正翻版的，他们两个看起来其实就看得出差别啦，那个色差跟那个材质，你摸起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你认为这集就这样开箱一个恶魔果实就完了吗？你错了，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盒子。它上面有写住世界一苦ダステネウシガチ啊，我不知道这边看成天不对不对啊。OK， 安息香酸不知道什么来的，这是听讲他们说这个恶魔果实外层是用一个很苦可食用性的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它是类似一种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可是它不会对人体有害，对，它是可以食用，避免小孩子误食。谁会误食这种东西啊？意大利西瓜。因为我们之前我们已经验证了一个不叫都市传说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没有听过。你 Nintendo Switch 哦，大家所知道你 Nintendo Switch 他们的那个 game 的卡片还是很小个的嘛。大概是一两个 cm 这样大，就是电脑的那个 SD 卡这样大 ，adapter 这样大，它就是为了防止小孩子误食那个晶片，所以它把外层放上一个很可食用性的物质。所以，然后我们就再听说多一个，就是恶魔果实，它外面那一层比那个还苦一倍，因为那个我们试过了哦，真的是很苦很苦。你完全咽不下口的那种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尝试一下这个恶魔果实到底有多苦，它是比那个 Swiss 更加一倍的苦。如果你们家里有 Swiss 的话，你们可以去尝试小舔一点点，尝试一下那个滋味，真的很苦。就算是在漫画里面，他们那个恶魔果实，你可以看到他们的人物，每个人物他们吃了恶魔果实过后，他们一定会讲一句话。好难吃哦，妈子！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也把这个恶魔果实上面涂了一层很厚涂啦，就是混进去制作出来，混进去制作出来的东西。你可以试看舔树脂前有没有？我们先舔一下那个树脂。哎，连树脂都，是不是苦啊？真的很苦，有水吗？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没有输赢。哇，哎，真的真的。还有比那个西的，它的坚果吗？它的味道很相似。哦哦，好了，它的味道很相似 ，but 可能我甜比较大口啊，可能这个感觉起来比较苦一点。等等，你要试看吗？你还有一口在果实那里，一起啦！还有一口在果实那里。对，这个翻版的我们是有试过，翻版的是不会苦了。不过我们不建议大家试翻版的。对，你不要以为我做戏剧效果啊！你有钱你自己去日本买一粒回来看一下啦。我不知道别的正应该是正版的就有这个味道了，会苦真的是吗？对，还是白正就会有啊，白正一正都会有。橡胶果汁会有白正的吗？我这个有，好像有，好像有，没有记错，好像看过有。你们不信，你们可以拿去来试一下。你先，我现在果实，果实，选一个位置甜一点，选那种凸起的地方甜一点。可以，我就哦好，先看一点，讲到做到。你听到没？还有啊，这个甜的果很小果。你直接把你的舌尖，你介意吗？我不介意，你洗干净就好。洗好了。Oh my god. OK， 真的认真大口，从底到头。还好还好，就是可以接受啊，因为之前尝过那种苦啊。它很快消了，过后你再舔回树枝看一下。我刚才舔哪里啊？我刚舔哪里？我舔回树枝看一下。哦，树枝苦，树枝比较苦嘞。真的，哇，不行啊，这个味道。哦，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个味道，说在 Switch 的那个游戏晶片上面，我没有试过这个味道。Oh my god， 哦，好苦。一开始我们是不相信的。因为真的，你试过才知道。如果你有睡，你可以试一下。Oh my god！ 我觉得我现在有恶魔果实能力了。有，谁看懂？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的影片，点订阅、按 like， 然后分享出去。你可以在下面留言，你将来想看我去哪里打台？我觉得现在这边已经没有什么地方了。像我有感兴趣的想要去打的台好啦，你有可以介绍我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我可以过去看一下，不一定要在JB，可能 KL 槟城别的地方，在马来西亚就算外国也有，还是有机会我也想去尝试一下。好，今天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呼，干不干不的加到 Mr 雷啊。不苦咩？哦，苦嘞！要我自己一个人填啊，苦嘞！